李总，你看你这几天天天迟到。你怎么回事你啊？不是，太不像话了，怎么天天迟到？我这几天你还想狡辩是不是？李总在这里你还想狡辩？李总罚他，罚他，总总罚他。就是杨英，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你啊？啊？怎么回事啊？你跟我来办公室。好呀你啊，行啊。你刚刚不要生气啊，有员工在我也没办法。你没办法？我的天哪，我怎么迟到你心里不清楚吗？我清楚呀。我想睡觉，你非说你睡不着，你给我打电话一聊聊到半夜，我能不迟到吗我？哎呦，知道了，以后不会有了。那你下次可得注意啊。老崔，你迟是不是啊？你给我好好想想。李总需要签字。啊，放着吧。等一下我会签啊。行啊你啊。来，你坐下。我告诉你。你安安腿。不用，你不用这样讨好我。我告诉你，你再这样我就不干了，我就辞职。知道了，晚上想吃什么？我请你吃啊。晚上吃啥呀？我要不我们去吃海鲜？不行不行，我最近对海鲜过敏。嗯，那要不西餐？不行不行，我现在这两天对西子过敏。吃火锅？火锅不行，火锅味太大了。要不晚上我给你做吧。你亲自给我下厨做东西吃啊？我亲自给你做。这个我还可以考虑考虑。唯一纯白的茉莉花。